不是大家有这么个愿望，什么是佛教？念佛阿弥陀佛啊，不是阿弥陀佛法殊胜，不能说这不是佛所说之法，但是这是方便法，不是究竟法啊，是方便法。方便法三空，空明、空色、空悲力，然后此生功德圆满是成佛。你要有幻身，除了肉壳身在帮有情众生之外，你要有元神身、欲神身、圣神身，要练出五岁童身、金刚不坏身、圣婴身啊，所以是这个大家要一改自己学佛的这个观念，蹉跎岁月浪费光阴的观念不能再蹉跎，不能再浪费时光，用三空力好好的做每一天的事情，把每一天的事情都化成空明、空色、空悲。通过你做工作做事情来与众生结缘，来自觉自己的空明，觉醒众生的空明，大家一定在这个里面真正发心度众生，自觉觉他，觉醒圆满。